中东地区是国家"一带一路"倡议的重要节点。我相信这次访问能够将香港与中东地区的关系带到新的高度。香港有完整和成熟的专业服务，在金融、国际法律和教育解决的业务服务，设计、 建筑和相关工程等基础建设的服务，运输和物流、创新科技等领域都具有领先的地位。我期望香港的专业服务能够与阿联酋中国商会的会员多联系，提供更多方面的资源服务，为助力国家"一带一路"倡议做更大的贡献。